T training 纸上谈兵并不足够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们应该发挥想象力模拟不同的情况利用这一套 protect 的原则活学活用多加练习我们分享的这套原则环环紧扣可以因应不同的情况发挥智慧保命的作用万一我们身边的人受到袭击我们可以怎样帮他解围呢第一个分享的方法是退当施袭者专注于攻击我们的亲友我们可以在施袭者的侧边或者后面大力将他推开然后趁机带我们的亲友逃离现场第二个方法是拉我们可以将双掌大力拍向施袭者肩膊然后将他拉低趁机带我们的亲友逃离现场第三个方法是旋我们可以走到施袭者后面将一只手穿入他的颈部然后快速将他旋倒在地上然后带我们的亲友离开现场